先来介绍这個，这个你即马看到这个所在，就是贴纸大柜。那尼古伟侵了，伊贴纸就翘掉啊，顶头标明啊，毋过伊个胶就藏这个咱车壳内底，车壳啊粘的所在，伊就合作伙。你阁用正佳伊来敲，伊嘛无一定敲会起来。基本上是敲袂起来，那这边要处理，像我咧要买国国，哦，那咱会用用一个介性、那介紧的方式来处理。来，今仔爱准备的物件是两公的布一个，两公的布一个。来，上重要的是这罐，上重要的是这罐哈，来看一下。去渍油，哦，去渍油，国光白的，国光白，哦，这种要入这个，要把这个贴纸的胶，哦，丁尼的胶入掉，大爷的胶入掉，袂介歹用。不过，伊要注意的是，伊是有机溶剂，所以介危险。哦，惊火，爱离火较远诶。哦，啊，对目睭嘛爱注意，莫要喷着。啊，以后伊喷着诶时阵，着紧用大量诶水洗洗。哦，那咧操作诶时阵，即个去渍油有一个足大诶歹处，着是伊诶味足重，伊诶味非常诶重，所以你一定爱伫外口看诶所在咧操作。啊，无你会对身体嘛无好啦。哦，来咱看一下，所以啊，即个毋好囡仔碰着。哦，啊无贵，一罐差不多伫50块尔，50块尔。好，咱即马就来操作，来，咱布吼，布用枕头啊，用诶来揉诶，吼，找一个较清气诶所在。那，把这去渍油，就点啊，好起哩，来开始揉，揉伊只胶，吼，用圆圈圈诶方式，圆诶方式揉伊伫搭揉，也是滴咧拢无要紧，吼。那你，因为这今年诶胶无介好处理，所以会揉足久。哦，有无？你来看，开始紧起来。哦，来，入了来注意看，遮伊就会把这个胶调伫这个布顶头，所以你一定要换位。无你安怎入的时阵，伊就袂清气。所以即摆咱阁换一个清气的所在，大概入一个所在了后，就换清气的所在落入。伊这入落了后，伊才会胶会掉去你即个布顶头。入的方式要用圆的，用直的拢无所有，只要入会起就好。我来看，哦，加足水个，哦，有无你来看，又搁开始调伫个遮，所以咱着搁换一个位。你录个时阵嘛，袂使讲无出力啦，嘛是爱出力。哦啊，重点是伊即个去渍油，爱把即个胶加落了后，你来揉，伊互调伫个即个油啊残渣，互伊调伫个迄落，调伫个咱布顶头。哦啊，你啊揉起来感觉上无介好揉了，着搁换一个新清气个所在。哦啊，来搁呾用我去渍油。
来继续来录。哦，啊无你看，脚拄仔一直录袂起来，因为你加你这加吊伫个迄个布顶头了，你搁一直来录，伊嘛是袂搁吊加去你这个布顶头。啊，唔免急啦，因为你无伊即个、即、這个迄落去自由咖啡即个加迄落加顶头的时阵，伊嘛是无介好卤啦。你都爱互伊加味了，开始你甲来卤卤的，伊就会用调达即个加调伫个即个布顶头，啊，就清气啊，看起来就加足水的。你也免阁挑工也愈好歹，哦有无？咱阁找一个啊清气的物件。大概愈的时阵有一个感觉啦，你也感觉讲，硬愈袂起来，迄个所在一直愈袂起来，那表示你的步太高啊。你要换一个布清洁的所在，啊，搁加新的迄落去渍油，哦，安尼就来路就较好路，唔免采唔通欠，欠嘛无啊。好，咱来搁一个。安尼就水啊！而且顶头个架着拢许咱才录起来。哦，啊录起来，录起来重点是伊原底个考察，哦，拢无伤着。原底考察拢无伤着。好，先介绍到遮。哦，所以以后若拄着即个架调个话，你离无多处理个话，哦，就会使买一罐去渍油。哦，啊，准备底部，哦，啊，慢慢撸下撸下，伊就水起来。